具的材质好像比较粗一点。对对对对。哎，有没有那个丝巾？可是那还没回来啊。谁？因为我们还在下面。现在我们呢要去西雪人面巷那边真的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那个金子蛋的门票啊要拿好啊，哎，就在门口那边给他们干一下就好啊，金子蛋的门票，来几这边有那么多的金子蛋，那个最圣器的金子蛋，最神秘的一个金字塔，应该是古夫法老王的啊，因为有很多秘密都还没有揭开。第一个早上跟你们说过的那个法老道的木乃伊和陪葬品，到今天还没有发现的呢，也不是说我们以前有被发现后来被盗过的，没有，就根本没有找到了那个法老王的东西啊。第二个，这个金字塔里面有一个棺材，用那个花岗岩做的啊，花岗石做的呢。那个里面的棺材比金字塔的门口还大啊，棺材大，门口小，我们到今天都想不通，他们怎么带下去那么。